看节目给你超多笑料，看我给你一桌好料。来吧，营业中推出美味的料理，每一道食材都是精挑细选，慢慢洗呀、挑啊、切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现在只要一根手指头就可以享受到一整桌的老屋精选名菜，而且直送到你家餐桌，就跟到店里吃一样。别让你的口水白流，赶快上时尚玩家购物网去买哦！好吃，超好吃！你看爆浆了，哇！今天因为是老屋最后一次录影，所以我真的特地去做了一个东西给你们，不然你们一直说我偷懒。没有啊，哎，觉得他偷懒是事实的，请举手。我跟你讲，我从来不觉得。哎，为什么你要自己给自己设计一个这么温馨的 part？ 我跟你讲，我从来不觉得你偷懒。嗯，因为你才是真的偷懒的人。走心。对对对，大家不要互相伤害。我们最后一次录，你把话说完。你说怎样做？你帮我们弄了什么？开玩笑，没有。我刚想该讲的话也差不多说完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不准走心？听我讲。好好，哎，等一下听看再说。连我太太都这样。真的、哦。有一天，我们在家嘛，我太太很多朋友啊，你老公啊很棒啊，啊这个节目大家很喜欢看嘛。嗯。我太太居然回了一句话，我快要疯掉。哎，你不觉得他没做事吗？有，大哥上一集十三集前你很多少做很多事，对，各式各样少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很难过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我想总是最后一天会比较难过。我终于特地帮大家准备一个东西。什么？你好，我是阿威。你好。那我今天来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因为我们老屋已经到尾声了，所以我想说可以在结束之前呢，给我们那几个伙伴一个惊喜。这是我们就西海园区的无酒精特别的调酒，有四杯。你想要选哪一杯？就是对哪一杯的风味你比较有兴趣一点？我觉得这两杯，先这杯好。这个叫老人与海。然后加一个糖浆，压个两下就好。就是好方便。对，很方便。然后就加一个特别东西。这是什么？酱油。酱油。酱油。它是咸的，是不是？是咸。我们只要一点点它的酱香味。就喝以后会酱香，这样酱香。你就觉得哎，怎么会有这个味道？就加个body。body。加个body。AB body。AB body。然后，对不对？哇哇哇！这样拍不到脸。它在侧面。对。上面我们要加氮气瓶，我很熟，你很熟，对，里面是茶泡沫，对，很好绕，那样子绕，可以可以，很好，然后把它挤满，好，上面再放上薄荷叶在中间，这是我们的装饰，这样就完成了，很简单吧？好特别的口感，对，很特别的口感，觉得会有记忆一点。这个也沾水饺吃吗？不行，不行哦，不行，哦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好，下一个。这一杯呢是古拉马叙，它是玉香红茶为基底，就加红茶进去就好了。它不单单只有红茶，它还会加乌梅汁。乌梅汁，乌梅汁，30克。30克，这是我们红茶。红茶，我们的红茶也是有加香料，寻门煮。对，当甜的东西都加完的时候，加酸的。酸的，对，5克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就做这杯了。这杯，这杯最简单。这杯是最简单，是不是最简单？不要太复杂，我们不要把自己弄得太复杂。这个就是像我们团结一起。嗯，然后有画面就是有人在偷懒。